注意了！想知道谁是上周最新 K-pop 团体吗？追韩剧的你，可知道当前韩国最赚人热泪、最温馨爆笑的偶像剧是什么呢？是哪个当红歌手在电影中出世提升，成了票房的当红炸子鸡呢？快来快来！韩星娱乐周刊要带你到明星的签唱会现场，每周日晚上7点半，韩星娱乐周刊只在韩国娱乐台，更多内幕都在韩星 DJ 网。